哎，现在的人又这么狠吗？小宝宝就不要了，小女宝宝刚生出来，身上还有血呢。我的孩子啊，我不知道自己。凌晨四点多，龙岗卫生院门口经过回家的路段，听到有个婴儿在哭，看到这个婴儿白色的那个包的是纱布，外面裹了一层那个黑色的衣服，然后呢我看他手脚冰凉，帮我的衣服也脱掉包在他的身上，随后我就报了110。这边这个小孩哈，在医院接受体检，检查他是否有什么传染类疾病啊，或身体有什么障碍，然后就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就会给他送到福利院去。更多视频请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。